那个露露猪应该好了吧？漂亮聪明。那妹妹呢？吴同学，那个露露猪是不是已经好了？啊，是不是好了？韩国的传统小吃碰糖，因为前阵子火红的友谊游戏，在全球打开了知名度，但在台湾其实也有传统的画糖人，以独特的技巧勾勒许多不同造型，使台湾人小时候特别的回忆。
它是不是刚好赶那个流行味啊？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好吃嘛。拍好了吧？漂亮。那妹妹呢？吴同学，那个露露就是不是已经好了？啊，是不是好了？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